不用急，既然这间地下室的第一发现人是警方，那么所有证据应该都没有遭到过破坏。我们需要做的，只是慢慢将它找出来而已。 应该没错。从这些印记的大小和近乎均匀的规则度来看，很有可能是手指触碰书页时留下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大概率是中向胜的。 起来吧，我看看。 捕鼠夹的铁丝已经弹开，应该是被触发过了。不过上面的痕迹似乎并不只是血。
他闻到的那个味道，很可能就是这只已经腐烂的老鼠。除非众相胜对此心知肚明，他是在知情的状态下喝的那杯水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杯大概率也是众相胜自己留下的。凶手要是想直接对他下手，还有很多更加利索的方式。如果只是想折磨他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众相生也很快就会渴死。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特意留下那么一杯水作为日后的证据。既然能放进去，那就一定可以取出来。先看看有没有办法打开吧。应该是蜡烛。白色的蜡烛正好代替了犀牛角的位置，看起来倒是一点也不违和。不行，卡住了。虽然可以尝试着撬开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先不要采用这种暴力手段比较好。
如果只是单个的凑巧，或许可以解释为巧合。但当所有信息都指向他的时候，那就一定是蓄谋已久的必然。虽然已经很淡了，但这尊犀牛雕像上确实还残留着那些防火阻燃涂料的味道。